我求你了，你现在才说会不会太晚呢？十年之后，芙蓉回来遇见小丽，还要把车送给她开。小丽对她说，琪琪组织了同学聚会，芙蓉说一定会去的，因为她之前就是因为琪琪才离开的。芙蓉打电话叫秘书开个低调的车过来，把现在的车交给琪琪开。芙蓉开车开到同学聚会的地点，遇到老仇人琪琪，琪琪嘲笑芙蓉开破车，还说自己的青创集团的总经理。芙蓉生气的开车撞向琪琪的车，琪琪旁边的男人向芙蓉要60万，芙蓉打电话给小丽，让小丽取钱，小丽去查了查，发现卡里没有钱，芙蓉慌了，这时候小杨来了，小杨要帮芙蓉出100万。琪琪对小杨说，要小杨离开芙蓉，这100万就不要了。芙蓉打电话给助理，开除了琪琪。琪琪想不到芙蓉是自己的董事长，后悔了。芙蓉离开，却把刚才的命令收回来了，他希望琪琪能接受教训，改过自新。小丽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芙蓉，十年不见，没想到你过得这么好，还开这么好的车。喜欢吗？喜欢拿去开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你了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。那谢谢啦。哦，对了，晚上琪琪组织了同学聚会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什么？琪琪组织的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十年前，我就是因为他离开了这座城市，没想到这次回来还能遇见他。琪琪已经不是以前的琪琪了。他现在可是青创集团的总经理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啊，他现在可是混得相当不错呢。我倒是要看看他现在混得有多好。喂，陆阳，给我开一台差一点的车过来，位置我已经发给你了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小玉，这台车你先拿去开几天，不要说是我的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事的，开什么车都一样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而已。董事长，你要的车。好的，你先回公司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哎，那不是芙蓉吗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哟，这不是芙蓉吗？十年不见，你混成这样子了。我十年混的也不咋的呀，开这个破车来。早说呀，我接你去。那在你眼里，车什么价值，人就是什么价值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质问我？你记住，推我这一下，我一定会双倍奉还给你。我可是青创集团的经理，踩死你，踩死只蚂蚁还容易。哼，青创集团的经理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就你这穷酸样，还配知道我们青创集团？同学聚会都没通知你。还开这破车来，真丢人！知道个什么车吗？你开过吗？啊？就你这破车，我还真看不上。你装什么装？你疯了吧？这可是奔驰。好车嘛，也不过如此。你是不是早上没有吃药啊？这个车你赔得起吗？不就区区一辆奔驰吗？今天的车没有60万，你走不了。60万我给你，你拉得稳吗？十年前你要不是用那些卑鄙的手段，你能有今天？我能有今天都是靠我自己得来的。你以为是你给我的吗？是不是你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煞费苦心把我骗到国外，想进新创集团，虽然你做了经理，但你未必做得稳。是不是我的关你什么事？你开个破车，拿什么和我斗？60万是吗？你跟我等着。喂，小易，同学聚会你来了吗？我刚准备过去，怎么了？你先别过来，帮我办件事。好，你说。我车里有一张卡，帮我取100万出来，密码666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别装了，就你这样，还要100万？我有没有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能耍什么花样？十年前我喜欢陆阳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可你偏偏要抢走他，让他在你身边。一个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一个是我最爱的男人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疼你？难道这就是你骗陆阳财产的理由吗？哼，只怪他太傻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了。
你太卑鄙了，我早就提醒过他，只怪他不听。喂，夫人，我刚刚查了，你卡里根本就没有钱。怎么？怎么可能？董事长，你没事吧？哟，老杨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是不是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呀？这里是100万，拿着钱给我滚。这还差不多。芙蓉，我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了。陆阳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当年你收留我，我跟着你没少攒钱。当年的事情过去了就不提了。在这儿给我演戏呢是吧？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我失去的全部给夺回来。芙蓉，牛吹大了吧，你拿什么跟琪琪斗呀？啊，拿什么？芙蓉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们走吧。你们都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你们这样下去会越陷越深的。他好像还没睡醒，去给我拿瓶水。好。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琪琪来了。今天我就让你清醒清醒。说得好。芙蓉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太过分了吧。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这瓶水有多贵。都现在了还这么嚣张啊。琪琪，我看你是女孩子，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，不要再为难芙蓉了好吗？可以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离开他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还这么嚣张？你放的什么屁，他可是新创集团的经理。我差点忘了，你是新创集团的经理，我一个电话你就不是了。喂，助理，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好，知道了，把文件发给我。喂，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为什么？喂喂喂，这是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不是没有给你机会。不如你饶了我吧，我求你了。你现在才说会不会太晚了？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你是不是忘了刚才打了我几巴掌，泼了我几瓶水啊？啊！还有你好好当你的小白脸，我看他怎么养你。把文件删了吧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同学一场，我不想看你这样一直下去，最后一次机会好好珍惜吧。希望你这次好好改过。